明天就有人说建中我老婆那边700分，我这边是不是该表示一下？查到他 Line ID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查人家 Line ID 干嘛？哎，你好扯哦，白董，你好扯哦，你不是查人家 Line ID 是怎样？为什么你去查人家 Line ID？你是不是拿他的名字去搜啊？好扯哦，好扯哦，白董，你不要这样哦。你把人家吓跑哦，等下以后人家不敢来我台了，就是你吓跑的。